只有我等独自应战了，眼前之敌并非等闲之辈，切不可大意。
可知此地乃是刑场，尔等就跟天柱派的女子一同，乖乖成为尔时吧。 跟上在下，逃到安全之处。我联手，你将会所向披靡。 禀报地宫将军，敌军也即逼近到眼前了，不如我等还是先撤退吧。莫大，只需一心追求皇天之事即可。不。 胆敢阻挡我等之人，定会后悔莫及。你能躲过我的法术吗？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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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吧，赶快服用吧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天下大吉。Yeah.
太深。开拓未来。
尸首上有余温，提高警惕。本侯正忙着呢，来者何人？张公公别来无恙，不知散播可疑丹药之人可是公公您？如今证据确凿，何从狡辩？原来已经沦为妖魔。你这无礼之徒，本侯府邸岂容人说来便来？既然不请自来，本侯就收下尔等之气吧。
冲出来，我要命了！立刻让你解脱！
一头。
全部运往梅雾。撤，撤！吕布撤退了，一举攻入洛阳。将。你来得正好，就让你在死前见识一下，龙之丹田吧。吸收全天下的邪气，就能得到无上的丹药了。Thank you.
虎之一族，肯和老夫合作吗？不管你问多少次，我都不会和邪恶之人合作的。放开我的义女！真是可惜呀、啊！到底发生何事？大乔，孙将军，孙将军他……难道老天？父亲大人，这就是不服从老夫的下场。劝你们也好好三思。你这老怪，有胆别逃！可恶！竟敢打扰洒家的宴会，接下来就用你的惨叫来为洒家助兴吧。you
到此为止，开始出行。成功夺回濮阳城，四处都不见吕布的踪影，难不成是怕了？怎么会有袁绍的士兵？这个畜生！袁绍，袁绍，小心一点！
全让。可恶，这该如何是好？为将之道，理应为主恪尽职守。绝不可轻言退让。阁下冒险来此，又为何故？张辽之疑问，便请由刀刃来做。贪生怕死之徒，斩吧！在此处取下敌将商辽的首级。为何？陷入如此穷途之困局，为何你始终不使用丹药？我已等待此刻多时了。必须再次斩断一切丹药的祸根。来世之徒，就在此互相残杀吧！
你所信赖的义兄弟如今身在何处？你的同伴又在何处？明白了吗？所谓情义不过就是空谈。即使如此，备让小心，小心两位义弟。大哥，元宵，混账，立刻放了大哥！尔等就在情义的树之下，灰飞烟灭吧！云长，一德，别管为师，快跑！兄长，怎会如此？
兄长，站多一点，大哥。你以为孤已走投无路？可笑至极。统领天下唯有力量。
没想到你能活下来，或许你有天运相护。如何，同老夫联手炼制无上的丹药，踏上通往仙界之路？我绝不会让你肆意妄为。红晶，来帮为师一把，压制住那头龙。难以坚持太久。看来你不打算服从老夫，那么就成为登仙的祭品吧。伏逼到如此境地，虽然还远称不上是无伤的丹药，但也无可奈何。不好！事已至此，只有将老夫的命运全部赌在这颗因天下大乱而生的丹药上
结束了。现在兄长也终于能够安息了。嗯，因丹药之力与邪龙合一，又因结义之力恢复人身。反复转换之下，产生了预想不到的结果。如今龙之丹田终于落入老夫之手，这还真多亏了你。作为谢礼，老夫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看呐，老夫巨大的力量！